正式的活动叫做恋爱巴士心动之旅，制造一些浪漫的气息，还有会令人怦然心跳的 moment。 你眼前这位就是金门第二痴情男林明宽先生。你知道金门后你是叫夫妻鱼吗？一辈子是一夫一妻。小时候你跟我说过，如果在玻璃窗写出你的愿望，它蒸发的时候你的愿望实现了。我要跟你谈判，我喜欢的人是李静。可是我喜欢的是小青啊。还很不是我的情敌，是阿宽的情敌耶。你没有交过女朋友？那么嫩啊。刚才那句是我替小青讨了个公道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什么都不要说。李静也只有一个，难道我就不能朝我的梦想前进啊？就为了一个女生你就抛下民宿，抛下你爸妈吗？我有说我抛弃他们吗？10月31日起，中视恋夏38°C。